阿姐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去哪里啊，阿妹？我去我表姐家呀。哪个是你表姐啊？这个就是我表姐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啥时候有这么漂亮的表姐？我咋不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哎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啊，我去我表妹家。哪个是你表妹呀？就这个。 她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表妹啊？她是你的表姐，那不就是我表妹吗？啊，哎，悄悄问一下，表姐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？嗯。啊，这么漂亮，没有男朋友啊？那表姐去你家里玩一下行不行？可以呀。啊，那行吧。那表姐家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有啊，有玉米、洋花都有。哦，这样，那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好。阿妹。 哎，这就是表姐家呀。哦，对，进来坐嘛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今天就打扰你了。不打扰，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来，进来坐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坐这里。好好，行行行，好。哎呀，来，哥哥喝点山泉水。好的，谢谢哈，谢谢。没事。坐嘛。 山泉水好甜了，跟你们这边的美女一样的这么甜。没有。<笑>好的，好的。好。哎，王哥，你坐一下，我去帮他们那个干点活。表姐他们家在那个山上搬那个玉米，我去帮他们干点活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，你坐一下嘛。好好好。阿妹。喂。哦，你这掰的玉米啊？对。 哦，那好吧，辛苦了，要不要我帮你背啊？不用不用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哎，阿妹。喂。你表姐去哪里了？我表姐好像去那个后面摘菜了。对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 哇，表姐，这些菜都是你家自己种的？对呀，就是我们自己种的，自己自己吃的。哇，这辣椒、玉米，然后哇，这里太好了，你们这里太好了。没有没有。啊，好勤快呀，表姐。可以。哇，阿妹，你在干嘛？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表姐家的南瓜。哇，这么大个南瓜。对呀，你带回去吃嘛。 不要了，这是表姐家的，这个怎么行呢？哎呀，不要不要，我不煮饭的。你看这么大的。哦，表姐菜要摘好了吗？摘好了。啊，那行吧。走吧。哇，表姐好勤快啊。没有。表。哇，阿妹，这些南瓜都是你表姐家自己种的？对呀。哇，真的。哎，你坐一下，我们两个给你做饭吃。 不用了，我肚子不饿的。没事，我们来，你做什么，我们两个给你煮饭吃。太麻烦了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来的都是客人嘛，你先坐吧。好好好，表妹，你表姐真的好勤快呀。表姐，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真的没有，骗你干嘛？那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想找个上门女婿。真的假的，上门女婿？真的呢。啊，那喜欢什么样子的？ 就是对父母好，就善良，就好了。真的呀？<笑>要多少彩礼啊？不要彩礼。真的不要彩礼吗？嗯。那我把你带走好不好？<笑>不是。洗完了。洗完了。好吧，好的。来，大哥，来给我们大娘上的口碑。 啊，这个是酒的嘛，我喝不了。没事，这是因为你想当我们上门女婿的话，这个必须要喝这个。当上门女婿一定要喝这个。对呀。啊，那行吧，行吧。哎，我们今天煮这块肉吃吧。哎呀，这么大块肉不要煮了吧，留着家里面慢慢吃嘛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两个去给你煮饭嘛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听我说，妹妹，那个我今天过来就是你看。 就是什么也没有带，那我就走了，我吃过饭了。没事，你先坐嘛，我们两个去给你煮饭嘛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，不要麻烦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王哥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把这个南瓜带走吧。
哎呀，我不煮饭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，刚刚跟开玩笑的。没事，你带走吗？带回去吗？吃嘛。哎呀，不要了，这表姐种的太辛苦了。没有，我们家很多的都是自己种的。阿妹，那个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不煮饭哈，就是这个南瓜就放在你们家慢慢吃，改天我去你家吃好不好？好。那是你把这个带走嘛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就先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那你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刚刚吃过了，再见啊。那好吧，拜拜。